学天下学快打刚他人欢，我是主持人琼华。旅馆饭店业也整个的发展状况，对一个城市一个国家来讲，不只是讲可以带动了多少的就业人口，带来多少观光客哦，而且进一步的是伊的代表，就是一个国家里面一个社会，一个城市的人们对服务的品质、对人的热情的一个展现的最终的一个橱窗哦。啊，到底这个饭店旅馆业，那不要勉强快聊东西，光鲜亮丽，可是呢，一个专业的饭店旅馆业背后，我要拿行扣的养成过程，它哪些专业知识是应该被尊重的？那今天就有人给我们特别邀请这位哦，是咱南台湾在地品牌。五星级的饭店哦，在地五星级饭店是我们曾经担任过寒暄国际大饭店的总经理，现在也是寒暄集团的之一的我们这个高雄商旅的现任总经理，我们的张慧玲张总。嗨，各位大港套南方的观众朋友跟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慧玲。嗯，哦，跟美丽的处长好久不见啊，这个美丽的总经理竟然好久不见。我们以前是那个活动合作的好伙伴啊，每次我们那时候我在市府的时候，一旦有外宾来，第一个知道要找的合作对象就是在市政府对面的寒暄国际大饭店，因为我们张总一定会做最随时丝贝秀的，对，然后怎么样临时的一个拜托什么他都可以调整的出来。那时候真的让我见识到说，哦，南台湾的服务业的水准真的很高。可是我后来其实我也没有很清楚张总在这个领域的一个经历，我只有就是觉得这张总那也这样搞台台语跟你就呛他，就呛他，就没理啊，到底是安怎混的？后来这次要访问的稍微了解一下他的资历。张总，你在这个饭店业竟然已经快要四分之一世纪了，真的。然后我就问他说：“张总，四分之一世纪一起几回的出道吗？”张总比较客气，他说：“我们是几回啦，三回。”所以基本上阿里在背回你啊。嗯，张总，为什么就是这么样子的投入将近四分之一的世纪，对女人来讲是不得了的青春哦，竟然不得了青春。当时投入旅馆业是怎么样子一个缘由嘞？其实嘛，无讲想想侪毕业回来了哦。也过我读册，在那个年代，也不是也没有多久前，可是也算是时代的先锋了哦。在台湾台南家专了哦，出国去，所以有了语言的专业跟背景，就回到台湾投入了最门面型的旅馆业。想要找一个好一点的工作哦，钱多事少，离家近的。啊，结果哦，可能还年轻，那个时候的时候，年轻人不是当道的哦，然后刚刚好有那个机会，其实前面有三个工，做三个工课，啊，到后边的时阵因缘际会啦，哦，也只能讲说误打误撞，因为我不是读饭店这个企业的，所以这个管理的。那有机会进到华王饭店，然后当初应征的时候就是应征老板娘的英文秘书，因为会讲英文。华王哦，华王是我们高雄最在地老品牌的大饭店。然后老板娘是日本人，然后她请个英文秘书，对，所以我就进去了。所以跟老板娘算是我的恩人、恩师，培养了我很多。嗯，哦，因为跟在她旁边，然后跟在老板的身边，所以年纪小小，然后完全没有饭店经验，就跟着坐在全公司核心的干部里面，最 top 的地方开圆桌会议，了解整个饭店的经营运作情形。对，所以哪些东西老板会定的，老板最在意些什么？对，所以就是直接深入核心。嗯，所以在那五年工作里面换了六个单位。嗯，哦，那其实华王的吴董跟夫人非常疼爱我，所以其实五年换了六个单位，我想要去哪里他就支持我去。嗯，所以在那边把其实应该讲把五星级饭店的基础打得相当的扎实。就是虽然不是念本科系的，可是六年五个单位等于一直在，就是五年六个单位，对，五年六个单位一直在跳级就对了，一直在跳级，一直在做不一样，对，不见得跳级，但是就是因为饭店业的他的这个工作的层面比较广，比较广，有客房部，它有客房部、餐饮部，然后管理部、行销业务部，那你如果再深一点点，像人资，像现在的人资，所以我从老板娘秘书半年之后就跳人资，那对我最大的挑战应该是那时候是人资，因为我才进公司半年。凭什么做人质？对，所以那个，而且又年轻，所以那个大塞哦，讲你这洗澡鬼啊，你鬼回你啊，你拍上红宝剑，哎呦，
所以就知道一件，虽然听众没有关注，没有等下讲咱那个张总这个背景，这样讲说今天什么题目都拦不倒他了哈。关于怎么样培训专业的饭店旅馆的人才，以及今嘛目前台湾啊，是咱台湾是去高雄的整个旅游业的情形，张总都有他自己独特的观点啊。不过我们来聊一下，既然投入了25年，表示这个行业嘛是加薪，写厉害当。好，维持这么久，好，你刚刚说投入做一个饭店旅馆业，刚刚最大的乐趣是什么？最大的乐趣，我觉得真正是会使接触到各式各样的人，无同款的哦，足好的人客，足疼的人的时段哦，也是遮个较少年辈哦，他们遮同款较迄个，都有淡薄仔想要想要。寂寞要传承、甚至现在真的工作了25年多了嘛、然后所以真的是已经开始有传承的心态，希望给接班、所以在这个行业别我真的碰到各式各样的人，然后很幸运的是除了老板、这是我们的这个长官对我都非常好，然后我的同事我的 team、我们的团队都非常的支持我，然后最重要的是我有一群非常支持我的客人，我走到哪里跟我到哪里，或是就是指名来叫您张总出来，我就是要爱伊服务，嘿，啊你阿妈叫别人啊，唔免啊，我来换别间啦，然后我们就飞奔的。应该是说你扮演不同的角色就有不同的乐趣哈，在比较年轻的时候，那时候觉得哎，我见识到来自各国的哈不同的旅客的样貌，有的可能是商务客，有的是纯粹来旅游的，你又觉得说哦，根本不必到各国去跑，各国来到我眼前，对，然后你知道说哎，起码。国际上的大概的样貌是什么、然后这些商务客们需要的是什么，我可以提供什么样的服务让他对我高雄或对我台湾但是印象深刻，一方面满足了你对世界的好，因为你也来自世界，你也觉得哎，掌握世界的脉动是重要的、可是你在以前在世界跑，现在是世界到你眼前来，对，然后接下来你想要创造自己的成就感，你要把高雄推出去，把南台湾推出去，台湾推出去，你马上想康，你说不是大一暗冷暗凉凉雄鹤澳抓就来一定都要在高雄，这应该是这个工作对你来说也刚刚上盖多爱挑战，嘿，你要怎样？无意义。听众没关注，没有让这些张总，他真的是以饭店为，就是他的生活应该是只有饭店跟他家的床铺。我讲讲床铺哦，他真的是回家睡觉就回，就又回到饭店业。他的整个生活连运动健身，我每次看到张总，就是因为运动健身舍不得到人家健身房去给人家转一下，他就要在饭店自己转。对，然后转圈的时候呢，还要拍一下照片，说今天的那个住房率是怎么样？对，就是这里人家都会有，通常是老板盯你要灯号，没有他自己给自己灯号，要看一下到底有多少灯是亮，多少灯是熄的，所以真的是为我们这个寒暄集团的啊，寒暄集团就是我们高雄最在地老品牌，就除了华王之外老品牌的五星级的饭店嘛，真的是尽心尽力、啊不过这过程中因为对校园到对校园到金妈妈加校园对做校园到金妈宇宙超级无敌霹雳阳光青春资深美少女，嗨，这是刚好给我红名，刚好给我红名。那有没有哪一些就是遇到过比较特别的客人让你印象深刻，哪边就是对好，你刚刚从事服务业时是足窝心的，足窝心的。有一个印象就深刻，我应该是就是伫咧华王吼，然后伊卡电话就是有服务过啦，然后之后来大概中间大概有三四单拢无联络，到三四单了后，伊个卡一个电话无看到人哦、可是我可以叫出伊是虾米人。所以伊有惊到，伊有真正就惊到、然后我因为有很多其实做饭店吼，真正足细心，听声品味看呀，佮足细心足用心，所以一个人客，迄时阵佮少年，所以记忆非常的好。讲到什么三四年前，所以迄人客真正有着惊到，讲为虾米哦，你会做这个工课，然后会当做佮这么用心。和其他的包括刚刚处长讲的说来自世界各地的在国外的朋友，然后让他感受到咱卖讲，我感觉真的是让他感受到咱台湾人，咱台湾人的热情、虽然你高雄太阳本来就大，我感觉那真的太阳是一个辅助的效果，让你只会更热情，对吧？对，那还是要我们出自内心，对吧？听声品味看样看样看样，对，就是做不一样，影子就要认出人来，对，真的有一个影像过，咱就要注意有什么代志发生无？人客手一举起来，你就知影伊在找乞讨哦，所以把乞讨送过伊边啊。你开始知道我要爱这個，你
哎、欸，总经理，我真的也蛮适合做这个行业的。真的，以前我的某一个老板，他的手动一下，我就知道他要什么了。真的，真的。可是那时候会觉得说，我只懂这个人干嘛、嗯？可是那表示我应该做旅馆业啊。对，不要只有懂一个老板，对，是要懂每个顾客都是我的老板。对对对对对，对不对？我应该扩、嗯、扩大一点，不能只有照顾一个老板。真的，哎，哇，这样子美女，搞起来美起来。那是那个美女主持人没机会给阮服务业的，啊那无我看真香，大概拢真香要请你去遐做。他都在跟我说，我那时候还悲从中来说，我只懂一个人，在我人生怎么办？只懂一个，是我之前的老板，不是现在。然后跟你这样讲，我都知道我们点行，我讲陆创，你今麦要跳槽个会有哦？谢总经理，有总经理。今麦我那个大缺人才哦，我家人才拢伊话像像安尼啊，像处长安尼吼。高雄市政府服务是会当愈侪人，啊，伫咧电台嘛，其实嘛服务足侪人，啊，各行各业，其实讲真诶，咱诶，我知影，航宣其实那种鼓励那个中高龄就业奖，我知影，劳动部还有奖，还有那个奖励，我知影，我知影，我可以列入。我毋是因为中高龄特别找你，我是因为你的颜值，哦，因为伫咧饭店界内底，咱拢总是爱有颜值，我是嘛。咱两个拢是颜值担当的吼，要虽然讲咱这是听声，咱声音无介迄落啦。我最较早的时阵吼，嘛有印象深刻，足侪人客敲电话用电话中跟我讲话，啊，因为我的声音较无遐好听，我无像林志玲姐姐安尼啦，较无迄落啊。结果讲完电话之后，来实际看到我的人的时候，也有惊讶到。他以为我的声音听起来比较老成，所以是他误会阿哥可能。然后以为你人高马大，因为肺活量还蛮够的样子。就是、啊、就小小小小的，对，啊，声音厚重，嗯，他我的声音较高，那、啊、较低沉，嗯，对，啊，所以听起来的较老成，所以因为反差，所以反而印象深刻，真的真的。看到，哎呦，你的声音跟你人差有够多啊，真的哦、欸，所以安尼让人惊喜嘛，袂歹啦吼。对，非常。而且我记得，就像你刚说的，你其实对，因为你说真的要重新出发。好，你虽然我觉得也是因为你在你的学习的过程啊，我刚才我有看过一篇文章报道，你就说在挖掘人才的过程中，嗯、希望饭店业的新进的同这些年轻一辈的，不是来照本宣科的。真的是啊，你读册读到偌高，啊你给那个旅馆科什么系念的再怎么好，你没有那颗心，其实是很难在这个服务业、嗯、活下去的，活下去可以撑得住这样子。嗯、对，真的真的。那你觉得，因为现在我知道说，现在打的目前况，我们因为基本上又是疫情后整个的大爆发嘛，哈、嗯，所以旅馆业一直被人家喊说缺工，据说还喊出一个数字是多少？8000名，我恐怕不止8000名缺工吧。嗯、啊，我马展工，我们其实南台湾也常常成立一些联盟，跟一些学校合作，然后寒暄。之前你所主持的寒暄也很自立，甚至你根本就还有跟国外的什么修学那个修学团，印尼啊、日韩都有。啊，你跟我们在地的闽会也有合作。你想，中闽一折代机，一折代机，用折咖呢，我一件件哎都比较都清澈哎，所以。总经理刚刚说，那是有一挂，就是真的有心要去跟去旅馆业，现在是做起来没？啊，我们都围的，刚刚讲，哎，那整个的好像感觉很专业。可以，我觉得校联跟因为现在像连我们高雄餐饮大学里面也有专业的科系嘛。对于有心从事这种旅馆饭店业的年轻人，你觉得他们要有怎么样的准备跟怎么样的特质？好，上重要，我刚刚是爱有，真正是爱有热忱的特质。嗯，迄个是支持我们。马西支持我一路以来可以走下来的四分之一世纪，真的真的一定爱有迄、那个好，还有快乐的心，嗯、快乐的心哦。因为今嘛我有感受到今嘛少年人诶，因为时代无同，还有因为整个大环境全世界的改变，并不是孩子他愿意选择这样子，而是整个环境、整个世代的演变、嗯、哦，再加上科技的进步，所以孩子已经不像以前我们、嗯、哦，然后人跟人之间的那个，而是锁在他自己的网络世界，这也是我们比较担忧的啦。嗯嗯、啊，要做服务业这块部分，其实像处长这种服务的精神哦，啊是习惯叫处长美丽的处长，真的那时候跟他一起合作，一起合作的时候，其实真正是为着咱台湾的服务业，然后为着这个观光，嘿，为着外交，为着外交，印象深刻，我嘛是会感觉，就像我迄时阵去读册的时阵，真正无人知影台湾伫底，嗯。
哦，所以我感觉讲有迄个机会礼拜，然后阁是这个观光服务有机会去接触到即个国外的迄、那个，我都自诩我自己，我比较臭屁一点，我都把我自己当成是高雄市政府的外交代表。啊、你是啊，你是啊，对，我嘛是就是感觉我做好，我大概出国、哦，啊去不管去推广还是苏宁出国的，我拢感觉我爱做好国民外交。就是你不是代表张惠玲，代表高雄，真的，台湾，而且台湾高雄，对对，台湾的高雄，因为其实确实没有人知道我们这个国家。名字叫做台湾，他根本不晓得高雄在哪里、嗯、所以我们那时候跟着高雄市政府出去做推广的时候，我绝对不会只讲高雄、嗯、我一定要先让大家知道台湾这个位置、嗯、然后再告诉他我们在高雄，那 高雄哪，寒暄在哪，寒暄之于高雄的重要性是什么，没有错没有错。阿英刚校园给他们在投入这个行业，除了有心，还有那个人跟人之间的黏着度，不像我们那时候这么以前的，也不是我们以上的这些世代对人的黏着度是很高的。对，所以现在的年轻人是比较对人的温度的感触感受力比较少一点就对了。我觉得是少很多，但是这个是我觉得是可以调整的，就是可以调整可以培养的、嗯、哦，因为撸来撸追总控，我刚刚这嘛是跟咱的教育蛮、嗯、有关系啦、嗯、啊还有咱整个阮，你像阮这饭店阮公司哦，寒暄餐旅事业集团其实年资都很增长，就是那一份情感。嗯，其实这一些人其实也不是找不到工作去。哦，啊，有时候开玩笑讲说，为什么我华网五年，然后来到寒暄，一转眼19年，对，公斤的惊讶是有当下较臭屁的，头家嘛唔惊我去用恶招，因为啥？我一点还没白掉哎。哦啊，我们也没有很想要，其实真的是跳槽机会很多，嗯，然后被挖角的机会也很多，但是为什么会留在这里？真的是在企业的一个文化，然后在我们集团里面那一个情感的连结啦。哦，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也一直在鬼打墙这样，像我自认我年轻。我自认我年轻比较作为不一样、啊、因为我也的确全高雄最年轻的总经理，对，当时候女性总经理2014年的时候，对对对对对、哦、然后那时候我还觉得就是因为年轻，所以我希望有不同的作为，然后老板也敢用、嗯哦、应该是也敢用人，所以让我坐上总经理之后，我也就希望借由那样子的力量，然后怎么去感染我的团队，然后年轻人，给年轻人多机会，告诉他们这不是梦想。嗯，因为在那时候在北部或是高雄以北的，其实饭店总经理不多，可是你现在看到的很多很多哦。那时候我也印象很深刻，就是去国外旅展的时候，当我把名片拿出来，告诉他我是这间饭店的General Manager、嗯哦、他们都总经理第一句话都会问我、嗯、怎么这么年轻啊，他会问我这间饭店是你爸开的吗、嗯、因为真的是富二代直接接，才会这么年轻，对，才会这么年轻就接任，对、哦、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这个对我来讲就是我的成就感啊。那当然就是说其实坐在这个位置，像刚刚处长开头讲的，我也常跟大家分享说，其实我们这个行业真的是光鲜亮丽的外表，不为人知的辛酸苦辣，没有就不为人知的阿信的精神。现在阿信很红，每个愿意为台湾拼、为自己岗位拼的都叫阿信。我们这个台湾驻美国的这些外交单位、外交人员也被称为外交阿信这样子 啊。台湾人就是有那种，就是我觉得刚刚张总讲很好，你做任何一个行业哦，其实心之外以及认同、嗯、你要知道你是在为谁而战，对，心是你的热情，对，热情让你有动力，你为谁而战，像你可能就是老板很赏识，然后你也很认同这个企业文化、嗯、然后认同这个城市，然后你知道你是为他而战，所以不管你到公国啊去这旅展，而且在国内面对客人，对，你都知道你是在卖谁，对啊，对，你是在为谁赚外汇、嗯、赚业绩这样子啊，这个其实就是从事不管是服务，像其实你跟这个陈局市长很像，局长他其实我觉得政治也是这种服务业，他就会说进逼哦，兄弟哦，就是人才，没有其他，就是人才，所以最重要，因为所以我们真的是服务业，对啊，最重要就是人，而且人你要让你这样让。对我们来讲是选民，嗯，对你们来讲是顾客、商务客、国际客，你必须让他感觉到那个热情在哪边，然后你是为他而存在的、而修正的，对啊。不过谈到张总工的中高领，谈到台湾就讲寒暄，寒暄整个的
企业年资其实是高的，相对于其他，可是这是一个被大家所羡慕的，表示说这是个幸福企业，留得住员工。而且寒暄，我刚刚对寒暄印象深刻，我反而是我在2018年之前比较常跟张总互动，不管是我们的外宾来，或者是这个有些外宾住宿，或者是用餐。可是我2018年之后更深刻是你在疫情期间带领你的团队，那个整个因为大家疫情的时候大概稀累累啊，得诶得修诶修，可是寒暄一样，那个灯没有亮很多，可是同仁们，因为你们做了很多的外业，包括卖便当，连饼干都在卖，对。然后我每次去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士气之高，都是一些阿姬啊，对，阿姬就是到那种我不帮他，我不买一下都觉得说，对不起他，就觉得说我好像没有把那个热情接回来，我就要把那个热情接回来，透过那个饼干接回来。我这回家吃了你们家饼干，吃得很认真哦，对。所以刚刚张总，而且张总他是像他刚刚讲，他是从这个真的从基层，他是2001。然后上一世纪的年尾加入的华网，然后2004年到寒暄，寒暄您还是一路从最就基层主管，从业务副理、业务经理做到客房协理，对。然后2014年接总经理，然后呢，他整个带领寒暄将近，寒暄国际大饭店是属于国际级的五星级的哦，他带领了将近10年，带领他们撑过疫情，然后才在今年8月自己请调，自己请调说我要休。脚步放慢一点哈，到串节对，到高雄商旅总经理，你这个等于是从基层做起告这个阶段，其实您等于又到了一个领导统一的阶段，真的很漫长的过程。你觉得你在担任这个领导统一的角色，有多几块难关是让你印象深刻？你安怎克服它？你做用了哪些的这种领导的策略？好像恭喜笑脸男的领导，你总要给笑脸男一个期待嘛。我忘不起一个礼拜永远是客房，对，永远在做那个餐饮部。对，到了总经理这个位阶是我可以期待。那到底身为一个总经理要有多少的当灯？要不要分享一下？好，这一条路走过来哦，其实真的是五味杂陈啊哈，真正是人讲啊讲。有当时啊，委屈拢是拢一个度量拢是委屈撑大的，走过来哦。你说没有，一定非常心酸是多过于快乐。可是你在想讲用遐快乐的代志哦，全部都是拢有你有价值。这10年走过来，那刚刚处长讲到的这10年怎么过来，我觉得比较好一些些哈、哦。像年轻人，我觉得因为我也觉得我很年轻，所以我会用年轻人的心态给年轻人机会。老板就是因为给了我这个机会，给了我这个舞台哦，所以我要怎么去掌握我的厉害的地方，然后把我的专长全部拉出来。我就也告诉我自己，现在我张慧玲三个字不是很那个很有名，可是我怎么借用寒暄。扛棒寒暄国际大饭店总经理的这个抬头，然后让我的名字跟着拉上来。哦，那相对的，刚刚也跟处长分享过，其实就是个人的特质，你个人的特质一定要有非常这个服务跟外向、活泼外向跟喝到丁，愿意沟通，愿意沟通，愿意讲话，爱讲，对，爱讲，鸡婆，爱讲又爱听，鸡婆。然后，但是哈、在工作团队里面就不太一样了，因为工作的这个团队里面，有时候我们要的一个工作的效率，甚至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同仁有这样子的热忱，能够发挥在客户的服务身上。那我们其实讲真的是寒暄是在地的一个老品牌、比较有的，我们希望的还是虽然在饭店业常常讲到有温度的服务、这几年来我觉得这个温度好像已经开始大家不这么认同，可是如果您跟我问的话，我还是非常坚信温度、这个是可以感受到的、这是在不管在热夏天里面冬天里面，就像您刚刚提到的说，其实我们企业为什么同仁年资、不一定是年纪大啦，但是年资、真的是工作时间非常久，你表示别人挖不走、挖不走，是不只是连我想赶他走他都不走想要赶真的，然后就是对公司的一个认，还有在这边给客人的服务、我们那个饭店也有门口的一个大姐，对，文姐，梁丽文，文姐，她说，我每次去你们寒暄，认她还在不在？真的，她跟那一栋建筑物是长得就是一个精神标志，一个精神标志，30年来通通没有变过她的服务热忱，然后包括更多对她有印象的，其实是外国的客人，即便她语言没有到很通，可是那个 image 就知道寒暄到了，而且温度完全感受到她的温度。
对，那在这一段过程当中，我也觉得有时候给大家，尤其我真的很希望感受，让年轻人感受到说，其实这个行业不好做，可是它是有机会的。一般正常以前啊，我们讲的说以前的饭店里面哦，你要当上，总是好像那个以前很久以前的那个，我现在讲的又会把我的年纪透露出来。韩剧的情定大饭店，以前的五星级大饭店，你是要经过考试一层一层才进去的，能够什么时候当上总经理？对，那现在有时候看的时候，我们看到履历那种，那都不敢去应征总经理，还要一个二十几岁出头，又来给你应征总经理啊，我就非常欣赏他的 guts， 敢写出这样子，但是相对的，你要管理一间五星级饭店，确实需要很多妹妹嘎嘎，跟你要怎么带团队，付出时间要学习，要蹲得下去。对，没有错。然后还有在带团队的时候，比较辛苦，就是在带团队，因为很多我们集团好一些些，我们也没有帮派。欸、没有，不能讲帮，哎，对，不能讲帮派，然后搞得自己搞得很大，没有派，没有分派系，就是全公司，但是总是会有不同的部门，然后总是你会遇到所有的同仁，妹妹嘎嘎，有一些你要用什么方式去，真的是创造大家共同的愿景。像疫情期间，你怎么有疫情期间是最大的冲击？最大的冲击，对，那可能。当然疫情不可能一个疫情来之后，我觉得是长期的布局，跟我们团队一路以来走来，然后大家会主动愿意跟你相挺、哦、就像其实卖便当那个想法真的是我想出来，我们要怎么活下去、所以在完全没有生意，你客人根本不敢进门，然后我们那时候还一间，而且你们最有名是电景餐厅啊，250个员工、一个都没有少，然后开始先规划说大家先怎么能够机休没有休假，趁这个时间休了，结果没想到疫情拉这么久，所以我们是第一年疫情的第一年，全台湾只有我们家开始卖便当，五星级饭店，所以那时候老板有一点点生气，我卖便当，五星级饭店卖便当，他觉得廉价化的，对，就是那种感觉啦。那后来他大家都在卖了，确实他也看到我的心情付出，因为第一年其实没有太多，那第二年的时候台北精华才开始卖，那是第二年的时候，所以第一年我们卖的其实对我觉得我个人是觉得还蛮欣慰的啦。你是怎么想到要卖便当来救饭店？我记得好像是两个月卖了500万的业绩，卖便当可以卖到500万的业绩，其实对我们来讲真的就是至少把员工的薪资稳住了，把我们基本的这个水电瓦斯、跟这个租金的部分先 cover 掉、对，当然还是一样会亏钱、对，因为卖便当五星级饭店卖便当绝对是没赚钱啦，甚至就是在做那个 kimochi， 可是我们就是跟大家一起、会觉得那时候的心态就是人民还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还是要吃，对，那当大家没有得吃或是怎么样，可是又疫情，我们必须要跟配合政府的这个政策干嘛做什么的、那我们怎么比较特别，所以真的那时候师傅在真的就是那种心态，让大家来上班有工作做，就是社会还需要些什么，需要吃，对，而我有什么，我有餐厅部， 我有餐饮部，我有厨师，然后我需要是什么，我需要这些员工他们在动，对，他们是一动对他们也好，他们心情上也比较好过一点，是是没有错，然后对于企业的经营成本也稍微平衡一些些，个这样一个完全没有想到的五星级的饭店，然后就没想到哎，全台湾开始做起五星级、到处都有五星级的饭店可以吃、还各种后来都很厉害，还有饮茶的，还有饮茶，对，我们也把饮茶后来第二年的时候也把饮茶也一起出去，就像刚刚那个美女处长讲的，我们把面包店卖的哦，把我们的那个西点面包啊，那个甜点啊，什么全部都搬过来，把港式饮茶的不能到餐厅去吃，全部拿到楼下去煎萝卜糕。而且我觉得那时候我去感受到，因为我去买了几次，我那时候还是怎么去啊？我那时候好像是骑摩托车还是什么去、然后我觉得那时候感受到是你们的气势，就是啊，大家疫情就是那个大部分的整条街都暗麻麻，就那边好吵啊，对啊，敲锣打鼓来卖，不是卖便当的时候卖饼干，然后你就觉得说，哎、好像有希望在啊，让人还是可以吵出声音出来啊，对对对，所以那时候真的就说这种所谓心跟热情的特质不是虚无缥缈的，它真的是可以被感受到，他们有时候因为被感受所以去买便当跟买饼干你知道我们这种女生很害怕吃饼干会怎么样、可是就硬是要买，就觉得不买没有，就觉得啊，吃了这饼干好像我会跟他一样热情一样啊，所以这个服务业真的就是一个
会感受，而且像您讲的，其实会出来，不管是从事国际商务或出来旅游观光，他其实就是回来找回心啊，对，就想要把心，因为可能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有些热情，有些东西，在常态中遗失掉，对，他就是出来感受热情、啊，热情就不会只有在游乐区，他如果连住宿的那一刹那，其实都感受到整个饭店的热情跟哦。就算不是年轻的妹，可是她也觉得说，哎，这就属于这个城市的象征。因为高雄不是天气热而已，人也很热，真的，人很暖啊。他都要跟我洗单寒暄来博经营的情形哦。嗯、啊，可是接下来这几年来，我刚刚、哦、总经理，你真的整了将近四分之一世纪，三岁出道，三岁出道，所以高雄这些年来，这二十五，这四分之一世纪，整个观光旅游业的整个发展还有温度不一样，这你一定是感，就是对对对，非常的那个历历在目。对，我们等一下听张总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到底这些年有什么样子的变化。然后我刚刚工作旅游观光服务业的，其实要自己够爱玩，你要爱玩，你才知道怎么推荐客人怎么去玩，哪里好玩。这样，我们等一下听张总来跟我们做分享。那今晚先来欣赏一条歌，这条歌是张总要跟他分享，张雅文的。杨丽哟，为什么要分享这条歌？这条歌嘛是这首张总的愧套的，这首歌是你们的自我激励的歌曲。对，我刚刚一这条虽然那个名啊，有当时候我真正是我嘛就介意唱这条歌的啊，那个名，没心情好啊，唱出来那个气口啊，一定爱看咱张雅文这个、太厉害的这个歌后，这样那种气口才有。那其实讲真诶，这首歌吼，伊诶歌名赢了，有当时对我来讲，我也感觉较歹势，因为咱做服务业未使赢人客，未使赢别人。啊，可是我感觉迄个歌名啦，那会使偷偷甲赢我家己，嘿，赢我家己。可是他歌词，你都已经同意就好了。他歌词里面其实也讲真的，第一步爱赢家己一步，第二，爱唔惊食苦。所以迄个吼，我感觉伊是只是迄、那个。音调加迄个和迄个名啦，其实这一首真的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歌啊，所以我刚刚拄啊，含处长有只开讲的，就是我一路行过来，我感觉这首歌哦，伫个上半段的时阵，佮处长问我讲，伊会感觉要推荐对一首歌，互咱的听众朋友听的时阵，我感觉这条是非常有代表性，伊的意义对我来讲，是真正是爱，互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是有那个信心，敢歌词写的赶快，所以我才有机会走到今天。好，来欣赏这首歌。做人什么上困难，真情薄薄求人难。做人什么上艰苦，得不到上苦。什么款式机会较好，成功袂甲人少出路。家己一步，第二爱唔惊吃苦，赢你哟，赢你哟，有志气就赢你哟，受风赢着吃苦了苦，你将赢着快乐，赢你哟，赢你哟，唔惊失败赢你哟，用心付出。你今晚收到收听到收看的导港套囊碰到你要亲爱是旅馆饭店业的美魔女级的总经理，我们的寒暄国际大饭店的前总经理，现任咱格雄商旅的总经理，我们的张慧玲张总哦，总经理，咱今晚来讲咱旅馆业的这个整个景气啦哦，咱今晚给录音，因为疫情的时期，刚才我们刚刚讲啊，疫情就是。整个疫情过去之后，整个要整个国门大开啊，预期我们的旅馆业应该是整个都非常的蓬勃热络这样。可是那小波内，因为哈，单光是数字上快点，古尼的整个住房率就是史上第三低的，然后这个住房的成本也高，将近5000块啊，这是数字上，这是冷冰冰的数字上啊。那那底下罗宾门卖光把人卖光新闻报的，光是我在。做那什么 Uber 的坐车司机，Uber 司机用要出个 ticket 去韩国，那也要去韩国，有什么台湾你是都省了吗？说去韩国，我去韩国一
一次我回来可以绕台湾绕个三次，住房太贵啊，住房贵又觉得说啊，住房贵，你想讲服务品质怎么样嘛？是讲他让你买，讲服务品质也没有比较好啊，就讲一堆，所以这个就也容易被网友这种酸说啊，我与其在国内国旅，我不如去国外享受啊那样。对，我们张总是四分之一世纪的专业的这个饭店业经历的，你听着啊，那因为咱家己嘛是。咱嘛是开钱的人，对人讲着钱，人讲着黄金贵，咱大家嘛是有感同身受。我们都是这个行业的，那个这种专业经历的。你看到安内批评、安内评论，而且现在是报章杂志都在讲，而且可是又要讲旅馆业、饭店又缺工。比如说，你住房贵，那表示钱多，这个收费贵啊，应该要分担到这个从业人员的待遇福利上，也不是，待遇也没有跟着改善啊，所以才造成这样的缺工。所以你怎麼看呢？在現在常常聽到的就是說我們的國民旅遊在跟我們那個暴富，人說暴富型的消費沒有，現在是暴富國旅，因為沒想要來住台灣的飯店，國內的飯店。其實講真的喔，這房間的價錢太貴，我感覺住房的時候實在大家人不一樣，對你要住飯店的價錢。那为什么会感觉贵？因为自古以来，哦，讲古，像诶是老人安尼，对，其实讲真诶，咱高雄五星级饭店诶，大房诶介绍，确实是咱全台湾上介低。哦，这是先互甲处长报告一下，所以高雄一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报告，不是我要大还是听众朋友？哦，听众朋友要透过咱处长比如的这个电台吼，互各位听众朋友了解，讲其实讲真诶是因为大家认知。高雄对较早平均单价拢是咱全台湾上盖低，好，那当然现在因为国内出国的，因为疫情的状况，所以出国的不是很多。那现在再回来啊，也因为整个物料的成本跟人力的成本，哦，再加上疫情，其实整个我们餐旅服务业是在海啸第一排，哦啊，寒暄虽然哦，真正是夹喙齿紧，天过这三冬，哦，屹立不摇。疫情也是离不了，然后起码安尼过来的时阵，其实讲真的人员吼流失的还是一定有，啊，要招工却找无人啊。阿姨家这房啊，这房间的阿姨，哦，你看啊，咱前几冬的时阵疫情哦，其实讲真的，迄个恢复比较开放这个去旅游的时候，很严重的。你看那个等到半夜 check in， 还没有办法进房间，因为什么？没有打扫的阿姨。打扫的阿姨没有房间做不出来，可是没办法住，没办法住进去。那包括到后面的时候，我们饭店开出来的量呢，我有，比如说我有寒暄国际有380间房间，我可能只能开280间房间出来卖，只有开80%的量能左右，或是70%，因为我的能力不够，还没有完全的补齐啦。疫情后还没有完全回流这样子。那对我们而言，其实价格上面去做比较合理的一个调整，但是因为前面的价格太优惠了，再加上疫情这那三年的时候，因为完全没有客人来住，所以大家的价格降得更低。对，然后那时候的这个状况下来，大家总是会有那种感觉说，哦，一下子涨太多，哦，就像咱常常讲讲一个咱的鸡卵啊，哦，缺蛋缺工的时候，就像这样一颗鸡蛋，我也觉得吓到了，哦啊，当然我们五星级饭店跟旅宿，我们要做观光的产业，绝对不可以像这种就地喊价的那种感觉啊。只是我也会呼吁我们的听众朋友跟观众朋友吼，刚刚讲你要爱大饭店的，你找到的饭店的，你的需求是啥？哦，你到底是要那个性能比，咱常常讲的 CP 值，还是到后边咱发展出来 VP 值是价值？你住一间饭店，是等下伊的性能好，你是爱有伊的价值，为什么爱有伊的价值？咱以前常常讲的，哦，伊的你看做饭店的上基本的，为什么五星级饭店会比一般的饭店较贵？除了伊的设备较好以外，伊所需要接受到的迄个消防安全检查、食品卫生检查都是最严格的，所以我们的最基本要求，消防跟安全、消防安全跟食品安全跟那个卫生安全是最重要的，付出的成本，每个月要固定的那个消毒的那些状况，所以那个价值感，维护成本啊，对，维护成本价值感在哪里？到后面再衍生出信任感 ，TP 值。最重要的，我也就跟刚刚前面前一半段跟美丽主持人
分享到的，其实为什么客人指定要找，就是他对我的信任。哦，包括我现在开玩笑讲说，我从寒暄现在转到我们旗下的高雄商旅，既然客人跟我讲你去哪里我们就住哪里，他原本都是住五星级饭店的，他说我现在在高雄商旅，没关系，我就是要过去看那边看你，对，你去哪里我就去住哪里，哎，啊，相信你在的饭店就是品质一定会到。那张总，你讲的是熟客，就是有一群你的粉丝跟着你走了，相信你的服务品质。可是我们今天讲的是更广大的市场哦，因为我们可能也不只是国旅的市场，对，还有国际的观光客。啊，事实上也证明说，哎，大家都在疫情后大那个旅游大爆发。啊，我们真的就是像啊，应该讲单单台湾关黑熊贺喜日本嘛，哎，日本本来也无偌济呢，啊，咱嘛袂晓讲，啊，我也想讲哦，因为日币的那个变动状况啊，日本人不太出国也没有呢，人家去韩国的蛮多的呢，所以变成说，咱是不是咱台湾的本店饭店业对于这个住宿成本啊，是要有一些的比较，你住成本如果没办法调整。那你至少特色上面要出来啊，就像你刚刚讲说啊，你到底选择住这边，你的目的是为何，你清楚是你目的为何，然后你付出的这个成本有没有达到你要的目的，你就会心甘情愿嘛。对，哎，要达到我的目的，一集一定喜欢嘴啊，你至少那个整个的不管是饭店业的这家旅宿业它的特色，对，或者是它的定位清楚，让我怎样说，哦，我在家就是因为它距离我要去玩的地方近，或者是什么样那个，对，所以我们到底在这个台湾的你的专业上的经验哦，我们怎么样在硬体上的设备，到软体上的服务，到口碑上的那个部分，人体上人员上的服务，是可以跟这种所谓的日韩，现在我们的对手甚至到泰国了呢，对，我们对手到泰国了呢，我们还比过泰国呢，到底要怎么样做区别？你在你们自己的专业界是怎么样讨论这些事情？其实我觉得在观光这个部分哦，不管哪一个国家，它有不同的特色。然后就像我刚刚讲到的说，我们自己当旅客的时候也一样。我要去自由行的时候，我一定是选伫咧捷运站边啊，上盖近、上盖就近的，因为我要出去佚佗，我去自由行嘛，所以我要坐车要冲啥货，一定是交通便利，还是住伫咧市区。啊，可是伊房间的大间嘛，无大间。真正是世界景啊，对，然后迄种的大的安那宿舍吼，也是甚至你咱我嘛住过韩国的，伊入去房间内底就是一个厨房，哦，伊就是要伊的有一点像出租的那个公寓的那个 apartment 那种方式，你可以在里面煮东西的，他鼓励你去买东西回来煮，可是咱台湾哦，咱台湾足少有一种你伫咧内底当煮物件，自吹的没有。因为咱的就惊人客危险多，啊用电伤过侪的迄落，吼，那你讲的拄我讲的讲五千级，你看我嘛足欢喜，咱高雄有足侪这样尼侪新的国际连锁品牌进驻高雄，为着咱这个城市的国际化，哦，我感觉这是对咱这个规个城市是好的，哦啊，你看伊的介绍，我嘛足欢喜，伊的介绍就是定伫咧。真正就是因为有国际的水准，所以会徛伫遐啊，伊该有诶硬体的部分，尤其是硬体啦。哦，你的房间一定爱大间，你房间内底设备一定爱有虾米货，即马上较厉害 AI 的啊，机器人的啊，然后声控的啊，吼，拍拍手就以前我们要讲喊芝麻开门，现在只要拍拍手，然后窗帘就打开，灯就打开。对，有时候开玩笑讲说，那个半夜被灯打自己打开都吓死了。类似像这样睡觉不小心拍个手，对对对对，不小心打个喷嚏，然后那个窗帘就拉开了，对哦，开玩笑讲的说，这一些服务的品质也确实就是我们消费者付出的偌济钱，伊想要爱的，这个比较让伊感觉有代价，或者是伊的感觉是满意的，那甚至有的人客来，咱嘛常讲的讲，其实我嘛是像阮高雄商旅的房间就较细间，哦，无像迄五星级饭店，可是对伊来讲。他需要够了，对，伊有诶介绍，伊就感觉哦，安尼未歹。啊，有当时啊，对，有当时我嘛讲足坦白了哦，甲迄落讲我高雄商旅有当时啊卖诶介绍嘛比五千级搁较贵。为虾米人客？为虾米人客愿意？我讲啊讲啊，拄啊咁出张，伊感觉讲我内底人员诶服务，伊入来徛伫咧门口口，日本人客行入来，阮诶人就会当个塔克桑，对不？其中啊，你回来了，住宿我们的长期客人。哦，商务包括商务客人，你看我们其实高雄商旅日本的商务客非常的多。啊，我今日哪改工，我无要接伊的迄个
公司的秘书小姐就打电话，你敢会当卖无爱甲阮接？我若甲伊讲，我客满，你敢当抄一间房间吼？阮的人客就是住你的饭店，住习惯，哎、嗯，啊，含你的人员拢足熟悉啊，哎、嗯，看到的真正就是有家的感觉。所以张总，你目前对不管是之八月之前的寒暄，高一进卖高雄商旅、嗯，整个的住房的回温度，你是满意、嗯？你是感觉会使的？是我即马一定应该一定爱讲足满意，我只是人做袂出来。啊，那无你要过去个接去较侪量啊，其实是我等下你看哦，我等下要甲迄、那个透过迄个处长的节目讲要宣传一下。我高雄商旅有当时我拢要甲处长讲足歹势，因为我即马我都无房间啊，你卖过来。人手无够，袂使讲卡少无够，敢有开口来讲卡少无够的迄、那个我餐厅嘛无逐工开。所以是真的，真的就是这个成本的偏高，其实有种程度是整个疫情。后的人手没有全部的回味，这样子，即使接观音，最主要是就是疫情吼，咱迄阵拢有咧探讨讲，为虾米咱海啸第一摆的时阵，迄时阵人人员离开了，无愿意阁回来，疫情结束了，无愿意阁回来，因为迄个不确定性相关、嗯。第一个就是迄个疫情，如果再重来一次，或是未来再发生什么，对，马上第一间会面临的啦。你看一个观光，整个全部就是闭起来，完全雪崩式的。哦，从那个多少直接降到完全没有生意，对，直接你看，所以刚刚讲到说卖便当就是我另外一个出路，嗯、对，哦，然后再过来就是年轻人，他觉得后面又开始觉得做这个饭店餐旅服务业、旅宿业太辛苦太累了，太辛苦太累了，嗯，24小时我们比 Seven 真的还要累，24小时无休困的，然后爱用轮班一样用轮班制，然后搁较辛苦的是就是。人咧休困的时阵，家人咧，你看安像安尼，除夕大客满、嗯，现在除夕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我现在接了，价格高，除夕大家都很清楚知道，因为所有我们的大家已经养成一个消费的习性，除夕到外面围炉，对，厝的内底无人要看，下面人要看，姐妈妈要看，姐姐要看，还是新妇要看，新妇根本就不鸟我们，对吧？啊，大家一起出去哦，很好，大家愿意出钱啊，出去吃吃的，大家拢轻松欢喜，安尼就好。客人对哦，港口的就是饭店旅馆，对，所以你看咱家的员，咱家的同仁哦，赶快除夕的时阵。这就是给的苦中作乐，然后你现在有时候不是只有给 double 薪，你现在还要担心我给是同业已经在竞争了啦、哦、啊！我觉得其实觉得真的不希望是有这种恶性竞争，对，开是寒假，在当你在缺人的时候，嗯、哦，你看咱今嘛上届给一个时薪是180块嘛、嗯，啊，你给你列列，给你算列200，啊 ，double 400，今嘛开到500、600，找无人，嘿，伊家己应，伊今嘛就讲哦，我等你。哦，我等你处长，你要给我600，哦，啊，人寒暄要给我700，啊，汉来要给我1000，哦，啊，你要去倒位，对不？所以现在你是不是要菜要做生意无啦？吼，应该就是安尼，生意好嘛，欢乐啊，欢乐啦，生意无好，欢乐，生意好愈欢乐。好了啦，咱今天来讲高雄的观光，然、嗯、后因为咱现在张总伫高雄将近1/4。四季一三回都出道了，所以起码你在背回哈。你马看到高雄的观光真的是整个的温度大大的不同，我没有说起伏，它是大大的不同哈。至少这3、4、5年来是很不一样，高雄整个旅游观光的形态也不一样。我记得我以前在观光局的时候还要去接游览车呢，对，那时候还要求人家哎、欸，哎，今晚不是哦，今晚小公我今晚给薄荷鸭哦，哎，那个游览车是的，一台自动来，然后是什么学生旅游，好像现在全台湾学生旅游一定要到薄荷来朝圣一下，然后。这个是学生的部分，那当然就用硬体的设备已经到位了嘛，整个亚洲新湾区啊、嗯、轻轨几大建设，然后博二整个变成大博二，那还有我们的演唱会经济哈、哦，这个也我知道演唱会经济哈，虽然有人跟批评说啊，演唱会也不可能每天唱，可是我觉得这不一样是。大家看待高雄的眼光都不赶快了。嗯，已经刚刚你安台湾你下降，其实有什么烧杀掳掠会在高雄发生？只有烧杀掳掠新闻，高雄才会上媒体版面。这样子赶快，这样子什么样子的团体来？从之前的 Blackpink 啊，到 Coldplay 啊，到接下来会 Super Junior 啊，红发艾德，而且很不一样是这些超级天团在世界上的超级天团，跟人打也不但不有的是我们的年代的，有的不是我们的年代的。可这超级天团只到高雄。对哦，这个就我刚刚熊。就让高雄在整个全台湾的那种声望，嗯，我赶快哦，你不是当然出台，你不是出台节的时候在，你不是说那么会歇啦，空气污染在高雄，现在是演唱会在高雄，所以张总，你要看这整个的变化啊，对您这种饭店旅宿业影响，嗯，
其实说真的哦，这哦走过这四分之一世纪真的是三回出头，哎，三回跟不代志的时阵，真正感觉讲，嗯，人问你你高雄有啥物好佚佗的，讲袂使算，顶下人讲龙虎塔，该的莲池潭啊，啊，迄个也算是陈清湖，曾几何时，这個、名词已经渐渐消失没落了。啊，真正哦，真正二十天哦，袂使讲十几天尔，二十天哦。看到高雄的进步，那上届真正是到这几冬了，这应该差不多就是这十冬以来变化是上大的啦。哦，咱这个亚洲新湾区规个起来，然后包括咱捷运起来，搁这个轻轨接上去，对，接上去，然后甚至到后边咱即马的这个邮轮，哦，我觉得发展这个邮轮其实对也是应该发展的慢了一点。要不然应该会在疫情之前发展应该会更好，结果一刚开始要起步又碰到疫情的这三年，所以比较辛苦一点，但是既然这样子我们也很老天爷给我们的一切都是雄厚的安排、哦、所以你现在看到我们这个高雄确实真的不只是演唱会，我刚刚是不只是演唱会，只是我们有演唱会经济这个方式来做一个主打、哦、然后给这些人有机会来到我们高雄，然后看到我们高雄这个热情、嗯、感受到我们这个热情，然后看到我们这个都市的美丽、嗯、所以慢慢来，他这次来参加演唱会，以后一次可能就会另外全时间对就不一样，说那次、哦、当然我们希望说他来听演唱会一场的时候过天两天、嗯哦、都可以、借这个机会来高雄吃饭、哦啊、我也觉得可以把握这个机会，在我们做推广的时候其实也是都有这种方式，那搁加上高雄，咱即马麦斯市场、嗯、哦，对咱讲的黄金，哎，第二伫咧即个观光里面很重要的这一环、嗯，会展会议的这个部分，然后全世界哦，像我前几天一个韩国的旅行社的老板专程过来看。哦，专程过来，他就告诉我说安利团、哦，哦，安利团可能哦，那个全世界最大集团，对，然后他要好上个月之前，我们不是2600个人、嗯，对不对？那个应该是新加坡的那个2600人，然后260桌开在梦时代。对，那其实高雄的腹地很大，应该有这个机会啦。嗯、我觉得是真好诶，诶，这个方式啦。啊，高雄安尼发展的时候，我嘛感觉对咱以后的观光发展绝对有帮助，所以我对高雄就有信心诶。对啊，因为就是像咱以前刚刚咧做观光旅游，人问讲要去倒佚佗，大概就讲啊，六合夜市，啊，龙潭，哎呦，啊，今晚无敢看咧，啊，伊是要招山线，还是要招海鲜？啊，伊是要采果，吼，啊，是要都市消费，啊，当中有，吼，啊，伊是要从空中来，还是要从海？上来，好、哦，所以这十年真的就是，啊、哦，刚刚就是翁啊，真正，咱高雄阁是唯一的城市内底有山海河港，对，拢有诶，对，而且我们那个大众运输就是真的把山海河港串在一起哈，从捷运到轻轨，然后捷运现在一开，但我们还是觉得慢了，嗯、就是说。怎么以前没有做哈，然后就啊也还好，这二十年就补回来，而且会越补越多哈，因为这样除了红线、橘线，接下来会各种线，五花五眼，什么颜色都有，还要听到粉红线、紫线，对，我们是很期待。不过呢，南东公哈，这观光旅游业的人哈，本身大家都爱吃特，你爱吃特，你还啊怎样教人安怎吃特，到位好吃特，你还怎样怎么修正，让你自己经营的饭店嘛做趣味的。对，所以张总，刚刚你甲咱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分享一下，不管是你家己，还是讲你的亲戚朋友，对外观起来上，你推荐因伫咧高雄一定爱行的路线，一定爱去耍的所在，一定爱食的物件。好，耍的所在哦，当然像咧拄啊出对有讲到，我感觉较有特色，咱迄个亚洲新湾区，迄、个尤其是迄个光荣码头后边，佮造成即个像咧游艇码头，对，我感觉遐去看夕阳，真正是。爱河啦，嗯、就把甲咱高雄较早的精神，就是一条爱河，对，就是我们的那个代表爱河湾遐，对，规个爱河湾遐亚湾区啊，甚至去迄、那个咱这个博尔即马已经盖到西子湾遐，规、个我感觉。我还是喜欢高雄是一个宜居城市，我还是觉得推荐慢活的，因为现在这个全世界的发展什么会，我感觉咱有咱的特色，一个城市变好。咱的人生感觉，期待会当，嗯，会当
不是随波逐流，跟着别人速度快。我在高雄找到属于我自己的步骤，对对对，我的步骤没有要模仿别人，你快快你的。可是我这边有我的节奏，我自己的认同。对，出丢了就刚求伊的生活方式，完全不敢活出自己的 style， 对不？哈，有家己的方式，你去一享受咱的生活，我感觉这是上重要。所以来观光的时阵，我也感觉咱高雄会使是用这种方式。所以朋友来，我也感觉讲，我会当带去看。像安尼，我拄仔讲的亚湾区新的，我迄天嘛搁跟朋友行过的时阵，才知影咱迄个同款伫咧迄个星光码头后壁哦，有一个公园，啊，会当去做露天式的那个野餐。有，野餐派对，然后一个儿童公园，那个有一点儿童公园，然后我就看到很多富二代带着小朋友去那边。然后我觉得那个氛围，那个城市的氛围很棒。那我也以前也曾跟我们的那个曾局长，哦，观光局的曾局长，对，曾局长也提过说，也许我们有一些年轻人的，因为我们也很希望这个是一个年轻的城市，所以有没有可能在中央公园，我们可以来办一个类似像国外那种大学的 homecoming 的那种感觉，哦，然后国外泰国有泼水节嘛，那我们在高雄每一年就给他办一个类似像 homecoming， 然后。在暑假的时候连续一个月，然后每个周末办，然后用我们的中央公园，其实是全世界那时候除了那个美丽岛站的那个捷运站得了第二名嘛，美丽岛，然后我记得中央公园是第五名，我觉得这两个站就是在隔一站，所以那一整个区块可以连接起来，去用这样子的活动去带动啊。所以对我来说，我刚刚今天是熊市，所以我都会推荐我的好朋友来，啊，包括这个年底咱像观光那个中央公园也会有一些新的一些观光活动，我真的感觉到我们的政府很认真在推广观光的包装活动。哎，对，近乎有出头，那民间好处理，真的，那民间好商机。对啊，南部食四个部分，我感觉美食哦，经济能当拢迄个比比登，高雄的比比登，我感觉其实我食吼，我看我阁有名单出来哦，比比登，哎，带咱高雄商旅上好的就是伫个捷运站边啊，所以去食遮的美食，因为当时啊公斤咧开车去，啊阁外地来较少会开车，我拢感觉会当寻求咱个比比登美食的迄个坐捷运哦，坐咱的交通迄个大众运输工具，阁知影高雄的大众交通工具是偌舒适，规划较真好。你看演唱会了，阁有站长伫遐唱歌咧，吼，你看属于高雄的迎宾的方式，真的有高雄太厉害的，对，让你台北捷运会有站长出来唱歌，真的吼，伊迄个感受吼，回味无穷啊，那是高雄的温度，加码场诶，对啊，所以伫咧比比登的这個美食啊，我刚刚是一个真好的迄个推荐啊，可是我还是比较有一些我比较在地的美食。哦，有一寡较在地，可能无去你避避灯啊，你也知影有当时去你避避，有诶生理其实是点点啊做，默默的做，默默的赚，无影，唔是我重点是伊感官就好食，哦，只是例如，我要讲诶，我哎，对啦，迄个秋天会当看着，我感觉迄、那个，正北方我寒暄边啊，迄个正北方汕头面啊，哎，啊，底下四维路诶，迄个汕头面，对，我知道、哎，然后那个光华路的那有一个猪血炒米粉，哦，哎，然后一边啊，搁有一个迄个深海石斑鱼。反正你的意思是住高雄商旅就对了，住高雄商旅，总经理会亲自给你指点在哪边怎么走，我带你去吃啊。意思是该住高雄商旅。我像咱厝顶讲，然后人敢问讲到位好食，我带你来。咱高雄拢是安尼，我们没有在指路的，我直接带你去。对，我直接带你去。然后遇到国际客，就算语言不通也没关系。对，我带你去。哎、欸，真的呢？啊，我打电话让会讲日语的跟你讲一下，你告诉我他需要什么。真的，那个不瞒处长讲，我在高雄商旅的时候，我们旁边也有一间汕头火锅，然后那一天我去的时候，我带朋友去吃的时候，然后刚好三个越南的年轻男生要去吃，可是他客满，语言沟通不了，我真的就地当翻译，然后告诉他帮他预约了下一场，就是7:20才能吃，可不可以告诉他可不可以？这样子真的是所以枉费国民外交代表的这个勋章，真的是高雄人的一个情啊！你要人家生活搞完了，一定要想办法，就不管语言通不通，想办法，我就是要帮你当你的向导这样子。好，最后回到那个本店，然后因为虽然起码是高雄商旅嘛，对，嘛是打算推销一下有没有什么比较过年。高啊，有什么优惠的方案？让我来，我让现在亲戚朋友来，我会给他客气处理。對對對對哦，带去饭店聚餐一下，甚至带去饭店马上开外
舒适，對對對，聚会起来也比较和谐和气，免玩 gay 啊，免空间太小还要争执，到本感不短命哎。所以高雄商旅最近有什么样特惠的方案？好难看，就免管就免让参客之类。好，咱高雄商旅哦，拄啊，其实讲真嘞，冇小夸讲嘅，因为吼、哦、人手较欠缺啦，较吃紧，所以我二楼的餐厅吼、哦，二楼有一个比较算都会美传餐厅做自助式的。哦，食较饱的方式，啊，按过因为无够人手吼、哦，所以顶有开礼拜二、四、六日的中昼、啊，中昼时啊、嗯，哦，啊，好，大概我主打的特色就是食原味，食原型食物，食、哦、健康，食营养，食健康，食营养，对，所以食真实的食物，对，它无去伤过，无淋伤过侪的调味料啦，嘿，啊，无需要伤复杂。直接就是原型食物、嗯、哦，啊，我呢像迄个生菜沙拉，南的都了有当迄个人客较介意，啊，四种迄个沙拉酱，我阁有出一个原味优格，比较特殊的，对、嗯、啊，真的就是希望咱的迄个观众朋友，如果平常时啊大鱼大肉，是因为咱应酬需要啊，吼、嗯、啊，无法度啊，下当选择的时阵，高雄商旅其实就是一个足简单的，哦，啊，对我来讲。我啊，刚刚讲是希望和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跟咱高雄市的市民吼，因为总是拢会较就近啊，吼、嗯、啊，和外地来的会当加一只，哦，会当做这个不同款的选择。对，哎，啊，上重要交通方便。对，啊，伫高雄商旅，伊的食物都是五星级的，比照寒暄。寒暄当然，张总在寒暄打出了那个整个的饮食的品质是不同凡响。现在把这一套带到高雄商旅啊，今天谢谢张总来跟我们做了多的分享，从投入旅馆饭店业该有的热情哦，该有对人的温度，到这归当来，到这大家都抱怨房间贵、嗯、啊，房间贵有房间贵的苦衷哈，然后苦衷。大家小金来小单代钱，唔得我买做出我们的特色，就是咱高雄人的热情温度啦吼。啊，到接下来咱高雄即几冬的观光景也无同款啦吼。要讲要去到佚佗，去到食，吃起来满满东西。然后很谢谢张总，让我们对整个咱高雄在的五星级的饭店集团，不管是寒暄到高雄商旅，有没有更进一层的认识？但台湾比如观众，比如有银。无因拢爱到高雄山里，细细加些物件吼，有些食物的原型，五星级的品质的服务啦。那我们请我林嘉宾嘛，真好。叫因张总，就一句话，叫因张总出来。今天吼，张总出来。啊，今晚我张总推荐一首歌，咱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一样是张总要跟我们推荐的这个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对，这首歌就是因为咱这届行业，若无大家的支持，我要哪个有迄个力量加迄个勇气继续落去，就是因为有你。哦，对于我们这个观光客阿喜公回到高雄的人嘛，是赶快呐，因为至少还有寒暄，至少还有高雄商旅，至少还有张总，那在高雄永远找到很好的服务品质啦。哦，好，那我们今天在这首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当中，这些哇，现在能够跟我们听众朋友、观众朋友道别哦，五营到高雄商旅走一走，找我们的张总出来喝个咖啡，不管认不认识，他都可以给你最有心、最热情的招呼啦。哦。哎，期待拜港企业时钟空中再会，再见，谢谢，拜拜，再见。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感触你。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直到肯定你是真的。